你进去吧，青彩。怎样的邂逅？青彩，是悸动，是温柔。不能看见你眼睛里浩瀚的苍穹，人海中擦肩，等待时光回眸。如果爱在若流星，谁能拥有？渴望旅行的漂泊，曾有人陪着我。记忆中的那些感动，如何形容？不敢触碰，怕惊扰了美梦，守护着生了根发了芽的执着。凝望我的那双眼，不应该再有疑惑，边辜负一片真心，这份爱怎能忍心错过。人海中擦肩，等待时光回眸。你这是带来什么大计划了？他们说的我还不信，他还真一来我就知道有计划，果然厉害。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们就这么自信，在我们的地盘可以为所欲为？这样做只是顺着他们的招数预判罢了。住在这儿很舒服哎，你看这片竹林多大。你说我以后是不是每天都能吃上你做的饭？当然。那你做饭会越来越好吃吗？一定会。太好了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做饭，那就都你做吧。
今天晚上好安静啊。嗯，感觉很舒服。嗯，真好。青彩，完成了，那边都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，按照道理来说应该很安全了，而且呢我还特别设了一些反击的装置。跟着老江湖在一起还真是挺有安全感的。那肯定的，我很靠谱的。哎，之后呢就让我来罩着你吧。好的老大，那我以后就跟着你混了。嗯，我保护你的话，以后你这个老大的位置就让给我，让我来承接吧。嗯，澡挺干净的，下来吧。今天阳光很好。我原本想着这里是一个避风港，即使我出去闯荡江湖，这里总会有一个家，还有爹在等着我。现在，没想到爹竟然不是爹了。那种父子之间安逸的生活就这样永远没了。你不要那么伤感好不好？你想想啊，不管怎么说你还是度过了一段很幸福的父子时光的。不像我，我连我爹娘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，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有爹有娘的孩子，而且从小都有母亲陪伴在身边一定很幸福。你现在也有我了，我会努力学着像娘亲一样对待你。你不要光嘴巴说说的，你以为当人家娘亲就那么容易的？娘亲很难的，我看娘亲们做饭都是很好吃的哦。你会做饭吗？做饭做得好吃吗？不会。没关系，我也不会。我也好想有个这样的家呀。那你找个人嫁了呗。臭男人谁稀罕？王少也是臭男人吗？王少只有一个。嗯，那青彩呢？他人也不错，然后又温柔又漂亮。青彩也只有一个呀，这都名草有主了。那每个人都只有一个啊，说不定你就能找到你喜欢的那个呢。你们现在很危险，还是快点回明依山庄吧。不行，我们现在不能回去。为什么？韩爱真没有找到我，一定会留在这里找我，我不能丢下她不管。还有你们现在更危险，别留在这里等。丁老怪要找的就是明依山庄的人，你们带着武器，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大家都知道，这里只有明依山庄的女人才会携带武器，所以你们现在很危险。你说的有道理，可是你最好还是跟我一起回去，你的身份太敏感。你别劝他了，没用的，你赶紧回明依山庄吧，明依山庄已经承受不了更多损失了。那好吧，那你们小心一点。还有青彩，以前的事情我已经不计较了，你保重。看你跃跃欲试的样子，是准备拼命了。现在不管是为了什么，我跟那帮人都要死磕到底。我现在真正有了报仇的决心。他们是一群真正的恶棍，显然这是虎口拔牙。要真是虎口拔牙，那我这次非要多拔几颗不可。有信心吗？说有没有信心都是虚的，去做就好了。我老婆是个猛士啊。不是女儿吗？不，现在我们是绝命双骄，为了匡扶天下正义而战。
这么厉害。你啊，别趟这趟浑水了。我师父被他们杀了，你是来帮我的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我救你是因为之前的情谊，但不代表我欠你的。你呢，好自为之吧。这么冷血，算我求你帮我一次。帮你什么？帮你杀人？江湖恩怨何时了，我帮你杀一次就会有一百次，太累了。你中了毒受伤了，站得站不稳，我带你去找高音。上来吧。真的去，我站你去。